然后这是我们的房卡，现在住在23楼。目前酒店的设施，他说有游泳池、健身房，还有酒吧。酒吧是1楼有一个酒吧，然后40楼也有一个酒吧。40楼那边的风景应该是还蛮棒的。然后他说有广东菜餐厅，觉得推荐。他这里的那个房间的汉瓦是圆形哦，亮灯的。这边，打扰喽。新豪影会里面，它是由 Zaha Hadid 建筑师团队所设计的，是融入了澳门当地的风格及5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风格。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房间的部分，衣柜跟厕所的部分我等一下再介绍。那走廊走过来这边就有一片很漂亮的镜子，因为融入了电影的元素，所以就是有种镁光灯的感觉，就是巨星的感觉，就站在这里就觉得很像巨星的感觉。然后它这个镜子是两片的全身镜，我觉得很漂亮。然后这面墙我也是觉得很漂亮，感觉黑色，可是它又不是那么的黑，就是有点酒红色又黑色，但看起来有质感。mini bar 区，然后它很像小酒吧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个 mini bar 蛮大的。那这边就是有冰桶跟这个摇摇杯，然后上面有高脚杯，下面是胶囊咖啡机。这个杯子我觉得设计的很漂亮，这是那个澳门的，就是有那个澳门的景点。觉得很好看，然后很小心哦。然后它的杯子蛮大，然后它的水很迷你，我觉得很可爱，这水超迷你耶。然后有热水壶，备品都是比较黑色的设计。OK， 然后这个打开来是胶囊咖啡的胶囊，它的胶囊咖啡附的蛮多的耶，有6个。然后这个是那个一些茶包。茶包也是附很多，因为今天订的房型是双床房，就是有2个双人床，然后呢这里是一个可以伸缩的一个空间。那下面就是 mini bar 区，有零食之类的，还有餐具跟杯子，它的杯子蛮多的耶。下面一个冰箱，冰箱就是直接摆满了饮料。今天的窗户夜景，不过今天天气不太好，下大雨了，就是可以看到巴黎人。这次住的房间呢是可以看到巴黎人的房间。巴黎铁塔的后面远一点的地方可以看到美高梅，然后美高梅的旁边就是那个永利皇宫。它这个房型就是有点转弯，有点斜角的设计，这样子整片窗户非常大，很大一片的玻璃窗。沙发跟床一样是有2个，然后空间上来说的话就是还不错，就是单人的座位这样，然后有一些枕头。刚才饭店人员有进来帮我们补水跟调整成睡觉的模式，就是他们会把灯关掉，然后开一些小夜灯，然后那边也有放拖鞋跟水，亮亮很像片场的灯的感觉。然后这里也有一些小灯，这边的小灯也是都是可以打开的，它的小灯是蛮亮的，那我习惯是都关掉。蛮特别，就是因为它在下面，就是有 USB 跟充电孔这样子，可能是因为它的椅子是在那里，所以坐着可以充电。那这旁边就是那个床头柜，床头柜的话旁边有一个桌子，中间的话有电视遥控器跟它的电话。
它的电话还是蛮酷的。然后还有这个水杯是他刚才进来的时候送来的，音响还蛮大的，而且感觉很复古，就是大大的那种，有点像以前的收音机的感觉。然后这个遥控器呢是银色的，这个是他们的便条纸，它是小卡哎、欸，小卡形式的便条纸。我现在要来躺他的床了，这个棉被蛮厚的耶，就是觉得是厚的材质。他的床躺起来就是不是说特别软，但是就是软硬适中，偏比较硬一点。然后这个枕头很软，一躺下去它就扁掉了，可是它弹回来耶，还蛮高的。好，大概就这样。现在我们来去看看厕所吧。厕所的门是可以关起来的，然后也是一个纯黑的感觉。它跟那个玫瑰酒红的，它没有那个酒红反光，它是纯黑的嘛，有一点皱。进来这边就是有个浴缸，浴缸很酷哦，它的浴缸比较矮一点，然后就是这种黑色三角形的浴缸，我觉得很少见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是很像靠垫的东西，可能是可以靠在桌子旁边的吸盘。头是金色的，这个是可以放一些肥皂之类的。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沐浴盐。那这是他们的肥皂。W 酒店的浴袍，还有这个备品区，备品区都是用这个银色的包装。它的牙刷、牙膏跟漱口水都是放在这个背包里的，看起来很漂亮耶。厕所有附两瓶水，有洗面乳跟润肤乳，然后还有一个植物香皂。它的吹风机是 Dyson 的吹风机。这镜子也是蛮有设计感的，然后就是那个洗手台的部分是圆形的，就是我刚刚有洗手。厕所的部分没有，厕所的部分是一般的电话，还蛮酷的，都是绿色的石头的。另一边是淋浴间，这边是它的备品，它是用 MOMO 这个牌子。然后上面还有打个光，它的这个衣架是黑色的，附蛮多个衣架的，里面还有一件浴袍。这边呢就是备品区，有 W 酒店的洗衣袋跟鞋把。可以打开，旁边这个是哦，这鞋把的颜色好深哦。哦，第二层是保险箱，保险箱很大呢。下面，哎呦，哦，这是 W 酒店的袋子，黑色的，蛮有质感。衣柜打开了之后觉得很大，他们
这家酒店的外观就是像这样多角形的感觉，从外面拍的时候感觉很酷，然后它里面也是这样边边角角。今天是住在这一间。熟食的部分有中式料理、港式料理以及各国一些特色的菜，早餐菜色的丰富性非常高。特别是这个粥，我觉得非常好吃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马介休球是在地的葡式美食，差不多要退房了。先讲一下心得，就是这次住了觉得床非常舒服，然后里面的装潢是很特别，然后还到处都有那个亮灯的感觉，很漂亮。早餐的部分很好吃，种类也很多，然后有特别是面包就有很多种。然后它这里的粥很好吃，就是有那个皮蛋瘦肉粥跟玉米粥。以上就是这次入住新开的新豪以汇 W 酒店的开箱。那之后还会有很多澳门的影片，请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